好，我们来看看昨天呢、哦，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有在空中相撞，然后就造成了两名的飞官殉职，然后一人幸存哦。那根据呢，这个克科隆贝莱贝勒这个镇的副镇长说，他跟法新社讲，就是在。 午午后的十二点三十分左右，就听到了一个巨大的声响。然后当下大家就是这个证明啊，也都想说，哎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飞机相撞吗？就出来一看，哇，竟然是两个标风战机在空中相撞哦。那马克宏后来也证实了这件事情，说现在目前肇事原因仍然在调查。虽然法国标当局讲说这是一个意外，还没有查清这个肇事原因哦。可是外界也在。 有很多的阴谋论就开始出来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法国，你不是之前讲的很凶吗？说什么要派兵哦，就是协助乌克兰打到俄罗斯去？这是這件事情怎么来的这么的？好像你。” 这个奥运一结束就发生这个事情，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又有一些其他的联想哦。那再来，我们看一下乌克兰现在这个好像全力反攻哦，他一周攻占了这个库斯克七十四个聚落，比起俄罗斯七个月打的都还要来得多。现在普京是赶紧任命他的亲信上火线来救火，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诶，你现在是。 乌克兰来真的是不是俄罗斯会激发出更大的一波反击力道呢？那乌军我们来从地图上来看，已经宣称占领了俄罗斯的领土一千平方公里哦，还要建立缓冲区。从这个图片上面我们来看、哦，这个库斯科地区呢，现在目前乌克兰已经打得进去了。那他们说，呃，包含了他们的一些军队哦。 呃，这个蓝色的区块是他们占领的地方。那这个有这个标记的地方哦，是他们占领的一些军队的部队的分布、哦。所以已经有这个七十四个聚落，呃，是被他们所占领下来。但是呢，感觉上面情势很好啊。可是乌克兰却放话说要结束突袭的条件。乌克兰的外交部就讲说、哦，乌方其实没有兴趣来接管库斯克州的这个地区哦，就希望俄罗斯越早同意。 这个诉诸和平的一些这种手段，然后来结束这场战争，人家觉得很奇怪啊，这个为什么情势大好，你反倒是要和谈呢？但是有可能这是他已经缩哈了，就是是不是乌克兰军哦，就是啊，我们奋力一搏，这样子来制造一些谈判的空间，有可能是他这样的一个操作。哦。那我们看看现在欧洲的智库就示警，这个乌克兰的军力恐怕要面临终止了，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一些呃军事。 啊，能够派出来的人也好，然后武力也好，全面的这样进行的反攻。那接下来如果换普京反应过来，恐怕就惨了。就是因为普京现在已经让他的亲信啊、爱将这个临危受命，赶紧上线要准备来进行反击了。如果这一次的呃反攻俄罗斯造成了俄罗斯更拉高这个战争规格的话，呃，这场战争可能更难休止。那另外我们来看看。 这个前大使哦，这个美国驻俄的前大使苏利文就讲说呢，由于华府过分夸张，就是普京之前讲的红线嘛，就是说，哎，你不可以打到我这个俄罗斯来，如果打到我俄罗斯来的话，我要进行这个对于北约来进行反击哦。他们现在感觉上面，哎，乌克兰好像打得不错、啊，所以他们的讲法上面又变了，说，哎，我们当初真的是高估了俄罗斯讲红线这件事情，哦，应该要更早的提供乌克兰一些这种可能有这种决定性的。 这样子的一个武器哦，那现在到底是如何呢？美国呃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就讲说，他们取得了俄罗斯的一些机密文件顯，显示恐怕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反击了。怎么样的反击呢？他们的核弹已经瞄准了欧洲三十二个目标，就是说。 他讲的红线也许是真的哦，他的这个核弹已经在动作，而且已经瞄准了。他说的，如果你打进我俄罗斯本土的话，我要反击北约，这可能是真的。不过有人在讲说，这就认知作战呐、啊，你不用看密件，也知道他一定是瞄准他，难不成瞄准瞄准别的国家嘛？这跟北约无关的国家。但是这三十二这个数据哦，看起来好像。 这个真有那么一回事？他已经有这三十二个部署已经完成了，那是不是各方面要发动大规模的飞弹空袭？再来还有一个事情，是不是也要翻翻开来重新来调查？就是北溪的管线破裂的事情。记得在俄乌战争的初期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哎，好像。 德国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就不要多谈，然后自己默默承受。哎，天然气管线造成的后来这个整个通膨啊，还有这个购买天然气的后面的危机哦，成本高昂。那现在他们现在开始要调查了，说是乌克兰的潜水教练哦，可能是。 呃，这一次造成破坏的一个呃，等于犯案嫌疑人之一哦，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进行一些调查。但是呢，德国媒体曝露出来说，他们要通缉这一个人，波兰却让人给跑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是美国藏在幕后指挥这件事情吗？所以现在看起来，俄乌战争又有的延伸了。首先，我们来请教一下谢老师怎么看。 其实就是说，那、这个俄乌战争啊，打到现在啊，一直都进就是一个焦灼的状态啦。那乌克兰其实一直要要展现它，就是说，呃，受到西方的援助是有价值的。这场战争，他们是愿意继续打下去的。<是>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泽伦斯基他一直有意愿要进攻俄罗斯的本土，所以他开战的时候就是说。 就一直又有这个这个意愿表示，那现在突然他会可以就是说啊，率军深入啊，用三个旅的部队哈，直接进入俄罗斯的境内去进行攻击啊。我觉得这这个基本上应该不是泽伦斯基战略改变，应该是美国的战略的改变，因为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从开战的当天，他能够打什么地方，能够啊用什么样武器啊，那他打的范围在什么地方？ 然后基本上都是被美国还有北约所控制的，嗯，所以美国一开始有传闻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个事先不知情。”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啊。后来就改口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参与。我认为这都是说辞而已啊。那他现在直接把军队打入俄罗斯的境境这个这个境内哈，我觉得一定是得到美国的允许，甚至我认为就是说，美国从美国角度上来看。 俄乌战场上有这样子发展的话，其实对拜登还有他的这个民主党，尤其民主党总统的选情啊是有帮助的。那问题就是说，你现在进去了，深入战，深入了就差不多啊，不到一百公里吧，哈<的>。那你占了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啊，那然后呢，对，你还要继续深入嘛？嗯。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能力嘛？然后呢，接下来你这些土地，你是不是要守？ 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，就是说，其实俄军在撤离的时候，他没有跟乌军进行啊比较比较这个哈激烈的战斗，基本上就是撤出撤出撤出。那所以这个这个现在乌军占领的地方的民宅哈，各种这种设施哈都没有受到什么破坏。嗯，那所以现在就是不晓得普丁的战略想法是什么，普丁的而这个被俄罗斯被乌克兰侵占的俄罗斯土地，并没有发生激烈战斗。 而是在乌东既有的战场上啊，那么俄军哈进行比较更强、强力的攻击，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两边一个战略的考量。那会有什么演进的话哈？呃，我的看法就是说，如果说是真正让这场战争会有一个呃整个的战情的一个剧转的话，今天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就不会这样子。那如果俄罗斯居下风的话，我觉得乌克兰的。 可能会立即会影响这场战争的是乌克兰，会能受到更剧烈的这个俄罗斯的毁灭性的攻击。嗯，好，来请教将军。我的看法是，乌克兰这次会不会退的回来，才是一个悲剧的开始。嗯，为什么？第一个哈，我特别要讲，从几件我们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。 他现在供给的这个已经深入第一线，接触线已经深入了三十公里，代表他后勤的基地要往前面推喽。如果你后勤基地没有往前面推来讲的话，第一线部部队就得不到补给哦，得不到油料、弹药跟这个这个饮食食物来讲都得不到。但是你部队前推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前推？这个俄国空天军现在掌握在自控权，掌握在俄军的手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个人认为说是泽伦斯基讲这个话是给自己一个下台阶。 第二个，我们从现在乌克兰的战术行动，我就研判出来他准备要撤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投入两个旅，大家会觉得奇怪，投入是不是要继续进攻？不是。 我跟你讲，投资这两个旅叫什么？叫做掩护部队，就是我掩护前面部队撤回来。你部队要撤回来，我们有两种战斗方式，一种叫主动脱离，一种叫被动脱离。被动脱离是被追着打嘛？就像我们徐蚌会战被老共追着打一样，一路追到哪里呢？李明部队从徐蚌一直追到湖呃这个这个云南去，那追那么远，就是被迫脱离，就一路被追一路打。 那现在呢？那主动脱离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要在后面建建立掩护线。所以我用后面的部队来掩护前线脱离。这时候乌克兰投入这两个旅，我个人的就,就军事角度来研判，他是准备撤退。所以说这个在后面建立掩护线，掩护他前面撤退。第三个，我们从他伤亡的人数来看的话，他目前伤亡人数，呃，这个根据报道了，是说两万两千多人了啊。但是他投入部队，我们最宽算就四万人好了，伤亡了百分之五。 你要知道，军队作战伤亡百分之五，那个战力绝对不是只掉百分之五，你战力可能掉到百分之十或少百分之二十。为什么？因为协同作战，你一辆战车少了一个战车手来讲，这战车就没办法开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炮兵少了一个观测兵来讲的话，你炮兵就不讲什么去修正弹着嘛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阵亡的两千人，就以为说只是少掉这个四万人只少掉百分之五的战力，他可能少掉百分之十的战力。最后讲下这个法国标风战机哈，这个互相撞在一起，我原本是哪一个？ 国家呢，可能是印度阿三，因为最近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是要卖给印度三哥，那会不会印度三哥到那边去练习开飞机的时候，这个因为操作不熟练或干嘛，将这两架飞机撞在一起的。这是，所以我认为说是以三哥的可能性为大。嗯，好，那请教一下永平姐。 乌克兰呢，为什么去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本土进攻，好像占领呃，就是好像在一千公里有斩获，可是他却好像要急着和谈，因为呢，很多的判断呢都认为他其实强弩之末。那他这次的发动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在跟。 俄罗斯谈判的时候呢，获得比较有利的位置啊、哦，包含他说，你看我也侵入到你的区域了，可是我并没有要占据它啊、嗯哦，所以当俄罗斯提出说他已经占领的地区他不退呢，到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个折冲、嗯、哦，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讲，他没有办法久战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兵源了哦，他不是武器支不支持他的原因，<對>那他已经没有兵源了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现在。 比呃和谈总比呢，万一真的川普呃这个进入白宫，或者是说新任的白宫主任逼他上谈判桌，哦那时候他的完全变成呃棋子受摆弄的角色，他也是要为他自己争取有利的位置。那说到这个北西的那个天然气管爆炸的事件呢，我觉得真的是。 蛮奇特的，因为现在呢，德国方面不高兴了，因为这个北溪的管线呢，当初是德国跟俄罗斯签合约的，他们建构的一个设施，嗯、所以你忽然之间被炸呢，那时候都说哦，你看俄罗斯故意要炸，其实呢，嗯、现在看起来俄羅斯，俄罗斯呃德国的调查呢，是乌克兰的潜水夫哦去炸，那当时呢，他们是。 呃，一群人啊、哦，这根据华尔街呃不是呃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呢，还蛮戏剧性的。他们是一群人呢，在那个呃喝酒的时候啊，大家讲起来呢，义愤填膺啊，要要要救国。那怎么救国？呢？几个潜水夫就说，那我们就去炸这个管线呢，让俄罗斯没有办法输往这个欧洲啊、呃，卖他的天然气，那他的经济就会崩溃。那可是事实上，那个天然气管呢，如因为是德国共建的，所以你这个其实是一。 种战争行为啊，你等于是侵入人家领域，所以这个后果其实蛮严重的。所以当时美国知道说乌克兰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他是去要要求施压泽伦斯基，这都是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。嗯、结果泽伦斯基是同意，结果被谁否决呢？那个不服指令呢？被他的总司令乌扎日内不服从命令，然后不死服从命令。 炸了之后，然后大家再这样互相推诿。那今天呢，被发布的这个乌克兰潜水服》，从德国通气结果跑到波兰，波兰把人就放走，他就回到乌克兰了。所以你说，像这样子的后续的影响，对整个欧洲的团结，很可能都产生。住的安全，活得平安，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